不是刚刚那时候涨到130了吗？11月25号，瑞邦站准备停了。叫你妈番薯买了，这有只是要北湖发射降原信号，瑞邦的音律收一下，三分钟就把行。939圈车，带然后那准备行航。本列车的终点瑞芳站快到喽！水红咱没给搞，水红快到嘞！再见。开车门，阿公拜拜哟，拜拜呀。939圈车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在双南停靠，9:10，11月15号再见。